南一书局国小国语一下。九，公园里。继续文。我家附近有个公园，是大家常去的地方。公园里的树又高又大，有人在树下谈天下棋，空地上有些人在打拳，有些人在跳舞。到了假日，我会在这里看书，也会和朋友一起跑跑步，玩玩球。公园是我最爱去的地方，大家在这里看起来都很开心。加油小站。一，我会写的字。九，鸡，有，九，三声九。词语，九双袜子，九颗球。公，歌，翁，公，一声公。词语，外公，公平。父，发，物，父，四声父。词语，附近，依附。近，鸡，印，近，四声近。词语，近视，远近。长，吃，昂，长，二声长。词语，非常，尝试。奇，七，怡，奇，二声奇。词语，象棋，围棋。跳，特，要，跳，四声跳。词语，跳绳，跳远。架，鸡，架，架，四声架。词语，放假，暑假。日，日，四声日。词语，星期日，生日。这，知，恶，这，四声这。词语，这个，这是。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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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声不。词语，脚步，跑步。球，七，游，球，二声球。词语，足球，篮球。很，喝，很，很，三声很。词语，很快，很慢。全，七，圆，全，二声全。词语，拳头，猜拳。五，乌，三声五。词语，跳舞，芭蕾舞。最，爱，爱，四声爱。词语，亲爱，喜爱。二，我会认字。
玉原本的写法像把三块玉石串在一起的样子，为了不和王这个字混淆，后来加一点以示区别，这个部首里的字多和玉器、美丽的石头及珍宝有关。底下的三个字分别都是以玉为部首，做偏旁时的写法与原先不同。这里的三个字分别是球，篮球的球，玩，玩游戏的玩，现，现在的现。三，念一念，比一比。这个字有两种读音，一是架，架，鸡呀架，四声架，放假，假期。第二个念法是假，真假，假装。进，以下两个字的读音相同。妈妈走进附近的商店买牛奶。四，我会读跑步，跑跑步，大家一起跑跑步，玩球，玩玩球，大家一起玩玩球，下棋，下下棋，大家一起下下棋，人们在树下谈天，下棋，小朋友在教室里画图，看书，他们在操场上玩球，跳绳。